2我们出发了哈，欢迎各位到那个圣诗公园哈，或者是叫醒巴，醒巴，泰文话叫醒巴哈，醒就是狮子哈，漂亮哈，它气候好，我们走上来的话 很舒服的。所以有人问，为什么不盖一个那个高尔夫球场，或者是盖酒店哈？其实它是主要是为了环保，它不想再盖什么酒店什么。还可以租那个自行车，那个单车，一个小时一。哦，一个小时150的。不便宜，不便宜。但是它这里面积很大，等于说是个村子的。后面的有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到哈，有哈，有哈。等一下，我们是停这里停大概两三个站哈，给各位下去拍照片哈。第一个站就是应该是那个等一下哈，第一个站他给我们去那个有一个是天那个一个小小的湖哈，可以去喂鱼，可以去跟那个天鹅拍照哈，天鹅拍照很漂亮的。对对对，这里泰国的那个一些泰剧都来这里拍的，很多很多都来这里拍的。他那个是留了还是后了？哪一个？天鹅是留了还是后了？他是留在这边的了还是后了？啊、哦，这里养的，这里养的。不会飞走吗？没有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他特地这里养的，专门给游客来参观的。那个新疆他那个是后的。哦，是吗？我那是天然的，这是不是？这是这里养的。他那个是天然的了。啊、哦。其实各位看一下路边，有看到黄色的花开一点点吗？到三月份的时候，整条路都是黄色的花，我们叫青莱花。它有它取一个名字，很漂亮的这个花。其实泰国的国花哈是金莲花，各位有应该如果说金莲的话不认识哈，阿伯乐有认识吗？如果讲阿伯乐花，阿伯乐是台语是吗？阿伯乐是树种啊，一串一串的黄色那种，一串一串的，那是泰国的国花啊，对。很大哈，这里很漂亮。一串一串有橘色的也是啊。没有没有，阿伯乐是只是黄色而已，黄色而已。我们叫另外一个名称叫泼水节花，它每年四月泼水节的时候开得很漂亮的。OK， 我的左手边这是一个工厂哈，它是跟那个日本工厂，就是马路线是很出名的日本一个就是抹茶就是绿茶，做绿茶的工厂啊。合作的，每一个站我们停大概10到15分钟哈。那里的红的。待会谁要喂那个鱼哈？他有那个。饲料卖哈，大概120块哈，可以这边喂鱼。我们停了大概10到15分钟哈。这是阿伯乐花是吗？阿伯 ，OK， 泰国的国花 ，OK。各位，我们的右手边这是什么树的？草枝出来的草枝。
果树，不是青枣，是台湾的品种哦。枣树。啊，这家工厂啊，农场有请那台湾的技术员来种，教他们种那个茶叶，种那个水果很多的，因为台湾那个农业的技术真的很好哦。改良对对对，尤其那个台湾的香蕉哦，呵呵好好吃的。台湾香蕉看比这边便宜。是吗？但是我们台湾香蕉，台湾香蕉，台湾香蕉很好吃，但是泰国芭蕉好吃，泰国的芭蕉就好吃。OK， 我们在这里停留大概15分，看看停停停。哦，十分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这里停10分钟哈。谁要喂鱼可以喂鱼，谁要拍照可以拍照哈。好肥哦！对啊，我肥了。啊，我们的金针花也可以吃啊，金针花多啦。我们最喜欢什么东西？它还有白色的，葱花有两种颜色，白色。我们家也种这个颜色的，粉红色的花也可以吃，可以吃，还有鸡蛋花也吃。对，鸡蛋花也吃，但是鸡蛋花你们会做，不会做的话，中间那个是有毒的哦。嗯，有毒，但是要会做，会做的话就可以吃的。我们泰国人大多数拿去凉拌，或者拿去，怎么叫啊？或者是拿去炸，果面拿去炸，好好吃的。连那个泰国的兰花，有看到吗？有些是装饰品，有些是吃的，可以吃的。十五那个兰花，那个连那个茎都可以吃。这还没送去没？我们拿，这是门脑，就是柠檬，青柠檬，泰国柠檬是青柠檬，这是小小的橘子哈，泰国的橘子。啊，对。还是砂糖橘。里面那一片全部是青枣，就是枣子啊，那一片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去下一站呢，会看到他们拿那个枣子来卖，一袋一袋的卖，这里的比较新鲜，好吃的。所以有台湾的好吃吗？可能没有，但是对我们泰国来讲是不错了，还可以。他好像是他开始种那个榴莲树了，再等3年或者4年可以吃榴莲了。这应该是那个芒果树。泰国现在有种那个泰国的象牙芒果很出名，但是现在他种的是那个紫色的芒果啊，是我们九树环研究出来的一个品种哦。很甜很甜的，很大的一片哦。那前面那个就是草莓园了，草莓要下个月才有的，这个月还没有，这还出来一点点而已。下个月的话，他会给我们进去里面采草莓哦。要买的话就是采多少就称多少，一公斤大概100多多少吧，120、150。OK， 我们在这里停也是10分钟哈、啊。前面是一个茶园哈、啊，乌龙茶。进去里面它有给品尝，这里种的乌龙茶哈、
餐厅哦。直接去约啊，他没给你回扣。这里，我左手边那个是360度的风景都看到的，在上面自己转啊，不是自动转的，它是一个餐厅。那个地标网的手机啊，也比一般通讯行手机便宜大概1000多块。上网就看打个地标，各位看一下前面黄色的那些树哦，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橡胶树，因为是它的叶子要落，它原本上是很绿、很青、很绿的那种颜色，现在变成全部都是黄的哈、哦。但是还是这个的那个橡胶枝的。等下不上山顶啊？啊，不上山顶，是一个餐厅而已。我们没有在这里吃午餐。山顶上往下照这个茶叶田。哎，感谢茶喏。哎，一米羊可以留没？哇，那边很漂亮啊。OK。照那个水景，没有坐在那边。OK， 各位看一下哈、哦，看到了吗？它就是割，对，橡胶树，它割的话要清晨，就是凌晨，太阳没有出来之前，它大概是4-5点。啊，割过的，对，一天只能割一刀，而且是一个星期割一次，所以一个月大概3到4次而已哈、哦。它的割一次的枝是30cc 哈、哦，如果是对，橡胶，但是凝固的橡胶了，因为橡胶枝了，因为它晒到太阳的话，就只能拿去做那些汽车轮胎一些哈、哦，不能拿去做一些乳胶的产品哈、哦，乳胶产品必须要没有晒到太阳哈、哦，大概割完之后大概不超过2个钟头或3个钟头，赶快拿去加工了。就是白色的是。对，现在全世界哈、哦，东南亚橡胶枝的话是全是东南亚比较多，占90%。现在只有3个国家哈，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。我们泰国现在好像这几年来超过马来西亚，种的特别多。不管是哪一个部，北部、南部都可以种。以前是只是南部，现在东南西北都可以种了。各位看一下，慢慢看，小朋友有看过吗？这就是橡胶枝了哈，跟白色的。这是它的在等下个月的话，全部干枯枯的话就不能割枝了，它的树就不能割了，就没有枝了。为什么要清晨才割呢？因为清晨的一天当中和最早上的话，它的那个气温比较低，而且它的湿度比较高，所以它的质量比较好。对。它的胶量也是比较多，这要种几年可以割？6到7年才可以开始割的，对。这个割完这个素材有什么用？没有用，拿去做一些家具。可以做家具。对，但是它的可能没有那个柚木好哦，不耐用，但是可以拿去做家具，因为它价钱比较便宜哦，它的素。可以做那些木盒板、木头板什么都可以的。你看，我全部都要下个月来就应该是没有办法割了。那他这个割几年就要砍掉？他可以割，一直割到30年、40年的。但因为一个星期只能割一次，割一刀而已啊，割一刀而已。我说这个树啊，它的树寿命是30到40年哦，就要替换了。对，就要砍掉了，重新种新树。这里他们种了2000多赖呀、啊，一赖等于1600平方米。等一下，我带小朋友去看动物好吗？两个小朋友，大朋友也去看哈，大朋友去看哈。不是，他们两个大朋友。这是那个我们叫做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青莱花呢。青莱花。它取一个名字叫青莱花。很漂亮，到时候开的时候一路都是黄色的。大一朵。这里他们就常常来拍那个，各位看到前面有一棵树吗？泰剧哈，都是来这里拍的。那一棵它有叶子的时候很漂亮哦。台湾有个叫博朗。它就类似这样一个。清晨舞的博朗树。现在叶子的
没有了哈，干枯枯的。花开始开了，漂亮了。我们泰国没有春天，泰国只有台北只有夏季、雨季、凉季，没有春。这里很干哦，台北这边真的很干，气候很干，跟台南不一样。台南就很，台南是十二个月是八个月是雨季啊。OK， 来到小小的动物园了哈。他们这些动物是从非洲那边过来的哈，一些大牛、大角牛哈，还有那个斑马，还有长颈鹿。我们今天先看动物和长颈鹿好了之后，明天后天我们再去看长颈族和看人哦。下去那个倒数一下。OK， 那应该到那边照了，就在那边了。这边是 OK 的啦，这边是顺光的。这边 OK 呀、啊。长颈鹿过来照相册，你的话他也不照相册。看他们吃东西还蛮疗愈的。下一站是最后一站，是一个广场哈，有红色的那个屋子哈，可以去拍。它是一个哪一个？还有最后一站的话哈，现在太阳已经出来，刚才我不想介绍，因为还早上还感觉凉凉的哈。这里的那个冰淇淋哈，冰棒啊，它是优格冰棒，很好吃的。它的那个奶粉的很浓很浓的，很香的哈。那如果谁小朋友想吃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吃吃看，这里的冰棒好吃的。大朋友也可以吃哦，不是小朋友吃，大朋友也特别喜欢吃的，尤其是优格味哈，这里的优格很好吃的。待会还有一个会看到那上面他们滑索哈，从类似丛林滑索哈，但是这里没什么，只是从那边滑到这里300米而已。漂亮啊，这个花。不要，对，全部都是黄色的。我们清迈有一个夜间动物园哈，我们有一个行程会带客人去那个夜间动物园玩，就是坐游园车，就是它像非洲那种野生动物园哈。那经过长颈鹿区哦，它会伸头进来跟你要食物吃。有时候我跟客人讲没有食物没关
忘记你拿着的手机喂他也可以。他会三头进来抢那个食物。不能停下，怎么不能下车？如果他对对开慢，他下他下再别走，他下再走，你接着爸爸。OK， 车了车了，好哇，没走，有人接了，没走。OK， 慢慢，我跟他讲，加盐盐了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因为他是还有他的停车的那个地点的规定，他不能随便停，只是能慢一点的。啊 ，OK， 来慢慢来。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，谁要上厕所那边也有厕所，很多厕所的，刚才没有上厕所的。对，那个是有滑下来的。看到吗？上面有滑索哈，但是这里也不怎么刺激，只是平平的这样300米而已。滑索是要丛林滑索才刺激才好玩的。这个看到吗？一圈，哎，这滑下去而已。它如果真正丛林滑索，说哦，它有36个平台哦，那好玩，很刺激。叫做一般人呢。加价啊，像我们到那个法国加价一趟大概7000块，来回大概加1万多、1万4，啊，就是说你要升等的话，而且那个还我这个团还没走，48800还没走，还就升等那个商务，我要找定了，我欧美啊，你要3个月以前带你，也泼水节了，然后大陆泼水泼水。欧美越早的，他越多。OK， 来泼水节，请扶，请扶。OK， 要注意。我到哪会跑来到这里的？你要看他怎么认识，怎么认识。这边钱包不知道。这里还好。OK， 没有他短信。这边可以。对，没有体验过泼水节，在这里泼泼看，好好玩的。因为我每个月都出，几乎都出。哇！可能没有，看你的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你们不认识了，因为我出我才知道。不然的话，我那个一年一次吧。看他可以折多少，有两个人都可以比较，你赖给他，他就会告诉你。我的话就把这个上。
上网就看了这个行程了，我卖给他，比如他是23,000，我说你可以，可以折扣多少钱？他说，当时他给我20,000嘛，折扣13,000嘛。后来我说第二天不是再折1,000，因为早鸟再折1,000嘛，3月底再折。然后他就说好19,000，就是20,000的再减1,000嘛，20,000。不过小补了，对呀、啊。少出国他也不会折，对啊，我们讲像我们经常出国才会知道。告诉你就跟他讲，他那个我都是刷卡价，如果刷卡还接真，比如说我这个是另外一家，就是他有现金价，现金价再减1.5%手续费，再减多几百块，我懒得去找了，因为我不想，因为有刷卡别人有记录，因为他们那个是套OK， 我们等下到那个游览车哈，我们要下车之前，各位跟我们司机讲一声谢谢，谢谢泰文怎么讲的，要跟各位讲哦，记得哦。空空卡。哎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那你们家住三重吗？按摩，我介绍那一家，哇，我去按过去。各位，我们到游览车，我们跟我们司机讲一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来客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 OK ขอบคุณนะคะขอบคุณค่ะนั้นจะเรียก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